马尔他格 A 区、B 区正式关闭，剩余开放区域有 B 区、C 区、D 区、L 区。关了是吧？那个 GoPro 你自己收一下。啊 ，Hello， 同学们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帮我把那个桶子拿出来好不好？你把那个桶放到那个外面那个区域就好了。D 区跟 A 区中间两个区都关了，只能在这几个区流窜了。现在候车大厅和天子下六仪是一个关键的通道，大家一定注意啊！现在只有一条道过来。我在天子家留站呢，但是我觉得可能要挪一下了。天子不用挪，天子那块不用挪，那个是一个交通的一个重要枢纽。好了。